各工作组要加强对前期工作梳理总结，提前做好监测预警、预防控制、医疗救治、药物研发、药品供给、重点机构、人员和地区防控、信息发布和宣传教育等各方面准备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措施的科学性、针对性、有效性，强化各环节衔接，确保平稳有序实施，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。要对标对表，以类以管方案，全面梳理各项防控政策，对不符合以类以管方案政策要求的规定要求，坚决及时取消；对与以类以管方案政策相矛盾的规定要求，坚决彻底撤销。实施以类以管不是躺平不管，从以类甲管调整为以类乙管，从甲变成乙，管还在，调整的是管的等级，而不是不管或者躺平。